S 真的一个猛女，真的好猛，喜欢帅哥，说追蓝正龙就追蓝正龙，分手两个月就交了新的帅哥周渝民，和汪小菲结婚，从认识到订婚用了20天，见了5次面，和现在的老公具俊晔没见过面，只是视频和电话，在电话里答应求婚，结完才告诉家人他再婚了，说在一起就在一起，说分手就分手，要结婚就结婚，要离婚就离婚，要再婚就再婚，真的行动派。